好，有没有声音呢？声音 OK 吗？好，看起来声音是 OK。好，欢迎各位晚上好啊，礼拜三的直播。那其实原本是有一个直播系列叫做动漫每周报吧，我记得是这个系列，然后那个系列大概是在六个月前，大概是六月的时候还是五月的时候，然后后来就停播了。对，一方面当然是我这个太怠惰了，二方面呢，真的就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我每个礼拜我都被那个绑定的话，那为什么我不直接把那个节目弄成 podcast 就好了呢？所以呢，我后来想说不行，掉下去每周报好像就是每周都要做一个直播的感觉，那我就不行，要被绑死啦、啊。好，放弃。所以我们现在新开一个节目叫《动漫相簿》。然后这个相簿呢，就是我会抓一些我觉得近期比较有趣的一些新闻啦，反正就是各位比较共鸣的，把它放上来。那尽量呢，不要讨论比较敏感的那些什么政治议题什么的，就撇开。对，我们就放一些比较单纯的，聊一些这个 ACG 的相关趣闻啊。然后这一次节目是第一期啦，OK， 好，今天节目刚开始啊。这个直播节目呢，一样会放在我的副频道次郎 Life 啊。如果到时候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搜寻一下啊。那个社群资料我是没有放上来，不是这个。是这个吗？Social Media 吧。我们把它放到这边好不好？对，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一下搜寻一下各大社群平台啊。好，那我们首先看第一则新闻啊。第一则新闻我看一下啊。口雷达？不是，差点放错。这就是没有预录，这是预录节目跟那个你知道直播节目的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我要随时掌控这个直播进度啊，非常麻烦。好，最后再报告一下这个近况啊，因为刚好这个该怎么讲呢？反正就是有人要临时去请了一个长假、啊，所以我接下更多的工作，所以今天直播会这么晚的原因就是真的回到家之后，我要整还要整理一大堆东西，然后这些资讯什么的，上班时间根本没有时间统整这些东西啊，所以直播节目比较晚啦、啊，通常啦，我会尽量在十点一定要开台。对，今天拖的比较晚一点，因为第一次嘛。好，第一个消息是这个吧，看一下啊。火力大，哇，这是什么东西？各位知道吗？荧幕有点模糊哦，什么荧幕有点模糊？你说我的荧幕有点模糊吗？没吧，我的画质看起来 OK 吧？那模糊没有模糊啦，可以啦，我自己看是 OK 的啊。没有模糊啊，那可能是你的码率要调高一点而已哦，你的那个画质要调到 1080p 啊。这个消息是这个初中女友的 BD 的第四个封面公开了啊，第四集的封面公开了。那各位可以看一下他前面三集的画面，其实他就是一个走一个春夏秋冬，像第一集是这个水源，然后再来是我们的金发，对，然后它的秋天是我们的留夏，然后最后呢才是我们的这个小莫，是叫小莫吧？我有点忘记了，小莫这角色有点实在是太炮灰了，实在是太炮灰了。对，我不得不说，那时候我在直播上的节目中，我觉得。小莫就是一个来验收我们主角的这一段时间，你知道吗？他学习到跟水源互动之间，那些成果呢，来带领一个，就是扮演一个水源的角色，去带领他慢慢成长的一个这个超尴尬。对，那是蛮可爱的啦，是蛮可爱的。然后初中女友最近的这个进度啊，大概是走到了我们的水源，他终于呢走出了那个。这可以说吗？这是爆雷了。总之，反正走出了他的那个阴影之后呢，然后感觉是跟我们主角要告白了，结果也没有，就是有点苦诉他心房，但最后呢又收了回来，就隔天呢又像是没事的一样，然后呢可能即将要再开启一个新的篇章了。那这个新的篇章呢，那时候我说过说，我觉得那时候他那个笑容，那个回眸一笑，
很多的败犬都有出现过，所以我就觉得说，或许水源到最后，他不会是最后的胜利的者，他不会是最后的胜利者。那最后胜利者会是谁？胜利者会是谁？哇，你们听了不要吓一大跳。我曾经做了一个梦啊，我觉得会是我们当初的金发，会是当初我们的金发。嗯，那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我就觉得说，哇。最后水源呢会走一个比较 AKB 系列的，他有他的梦想，我们必须要放他走，我们不能成为他的绊脚石。然后呢，最后呢，因为这个当时金发甩了我们男主嘛，哎，或许就会再回来也说不定。马美，没错，你们不觉得马美很有正宫的气味吗？就这种感觉。那我个人呢、啊，我个人当然是水源派啦，我个人当然是水源派。但我比较看好的是马美，对，反而你们说的留下，我觉得正宫只是一个要拖延战场的一个拉长战线的一个，你知道，类似一个影子，一个种子而已。哎、欸，金法是必胜啊，什么金法必败？我跟你讲，英莉莉那个叫做金法的耻辱啊，我们在金法界，英莉莉就是一个耻辱，哎、欸，那个就是例外中的例外啊，啊，基本上金法是必胜的，对对对，而且。老实说啦，我觉得马美的不管是言行举止，她的服装都活脱脱的像是现实世界的女孩子啊！哎呀，哎呀，反而是水源这种角色，反而是没那么的现实啊，真的是没那么的现实啊，太跳脱了，你知道？你知道现在的网美啊，那种网美等级的女孩子啊，其实就是要这么的心机啊，就是要这么的心机啊！好，这是第一则新闻啊。第二则新闻呢，来看一下这个哦。这个是最近的报道，他是说日本政府呢，为了对抗他们国家的这个少子化，将从明年2021年起呢，编列20亿日元，推动所谓的人工智慧的 AI 配对系统。哎，说到这个 AI 配对系统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就是有一部作品叫做《恋爱与谎言》。哎，《恋爱与谎言》。那这个里面就是讲说，他们政府会帮他们配对他们，哎、欸，这一辈子就注定要结婚的一个对象，然后你也不能反对，哎、欸，然后最后就这样在一起。然后这个男主角就是觉得，看为什么我明明就有一个喜欢的女孩子，结果我却硬要被配对到另外一个的那个故事。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个有点像是脚踏两条船的概念。对对对，好，他说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呢，目前在这个日本的崎玉县啊、与爱媛县啊等10个多县啊，已经引进了这种 AI 的配对系统。然后以崎玉县为例呢，2018年呢，他们花费了约新台币的412万元完成了这个 AI 配对系统。结果呢，在隔年的结婚的38对的新人之中呢，有超过半数以上，总共有21对是用这个 AI 配对成功的。哎，那其实民间呢，其实也有类似的服务啦，但是花费不太小。但是呢，如果说靠政府呢编列这个预算之后呢，可以大大的减轻这个民众之间的负担啊。所以日本的这个厚劳省，就是他们的这个类似劳动部的那种概念吧，嗯，希望积极发展这所谓的 AI 配对，以缓和日本少子化的这个速度。哎，那说到这个台湾的少子化，其实这方面其实也算是蛮严重的。说真的，就是说，像我自己好了，我如果在学生时代没有机会认识到那些女孩子的话呢，其实出社会就很难再拓展自己的交际圈了。像我又是比较宅的嘛，那就是一个，要嘛你很有厉害，你就是你可能从事 YouTuber 之后，就可能认识到一些 YouTuber 的，不管是业务窗口啦，或者是一些一起拍片的女孩子们。你像你说，举例来说，像是那个上班不要看好了，好几个也就是因为业务上的认识，然后就在一起了，然后或者是就是同事之间。久而久之就那日久见深情，哎、欸，超级严重啦，台湾。然后像另外一个我比较知道是，可能大部分会去用所谓的社交软体。那这个社交软体包含像是这个，你们说的 Tinder， 或者是 WeChat， 或者是 Just Dating， 或者是一些 Weibo 这种交友软体啊。这个我们有机会再各位做一期直播的解说啊，再给各位做一个直播的解说。这个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这5款。我就是我自己使用的5款的社交软体，哎，一个使用心得。然后呢，也可以跟你们讲一下，说什么东西的这个讯息呢，一定是在骗你，要骗炮，哎，要骗你的钱，或者是呢，有些诈骗的讯息，各位可以谨慎的这个防范了，哎，好，这个我们有机会再给各位做一个解说啊，哎，
欸，另外一个谎言，不知道你们各位有看过啊？这个啊，哎、欸，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对，反正这部作品的那个脸都画得很怪，就对了。然后男主角就像是一个人呢，我不知道是不举还是怎么样吧，反正就是一副就是不举的感觉。但实际上他性欲应该是很旺盛的。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那个黑头发的，对，我觉得黑头发就是玩起来比较有贝德感。对，玩弄起来比较配得感，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啦，这是我个人的心得啊。好，OK。好，下一则新闻，这个是今天的消息，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偷跑、欸，哎，哎，啊，这个是。近期当红的 Jump 的漫画，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我还没去看，我有机会时间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电巨人啊，台湾是翻线巨人是不是啊？炼巨人，哎，电巨人好像是中国大陆那边的，然后台湾这边好像是翻炼巨人吧。好，炼巨人呢确定要这个动画化了，而是由我们这个最近不知道是吃了什么东西，哎，四开了，已经四开了的 MAPPA 负责制作，然后呢？上一次说下周将有这个重大发表的部分呢，第一个当然是炼巨人这个他们的这个第一部要完结了，哎、欸，然后第二部呢即将要在这个 Jump 上面开 Jump Plus 他们那个类似一个网络 APP 吧，哎、欸，上面开始连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发表这个动画化，哎、欸，那 MAPPA 最近动作频频啊，包含像是这个晋级的巨人，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的这个第一集啊，就第四季最终章的那个 OP 对。非常的魔性，但我不能播，会有版权。哎，然后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角色叫 Machima， 对，然后呢，他配合了这个生姜烧肉，哎，在这个剧情的这个宣导下，或这个的这个影响下呢，日本的 Seven Eleven 啊，很多的便当可能都还有哦，那生姜烧肉的便当就都卖完了。然后有不少的网友呢买了这个生姜烧肉便当之后呢，在网络上发表了这个推特 hashtag 嘛，然后说哦，这就是 Machima 的味道吗？啊，至于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是 Machima 的味道呢？各位这个可以自己看一下漫画啊，就不特别的多剧透了。我自己是蛮喜欢吃生姜烧肉的，但我不知道什么是 Machima 的味道了。什么东西呢？啊，我不知道啊，不知道。好，第四个应该是这个吧？哎，哎呦，怎么那么扁呢？咻，这有点扁啊，没关系，这官方发的推特就这么扁啊，没办法、啊。好，这个是什么消息呢？这个是恭喜呢，在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鬼灭骚扰底下，哇，我们的紫罗兰呢，还是杀出了这个重重正尾啊，夺下了这个2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啊！非常的夸张，哎，这个《紫罗兰永恒花园》日本票房20亿啊，这个以深夜动画的剧场版动画来讲呢，已经是我只能说屌中之屌了，哎，很多垃圾都比不上它，哎，你们不要再说什么叉叉叉很屌了，跟你讲，《紫罗兰》真的厉害。我们稍微念一下这个日本深夜动画票房排行榜10亿以上的有谁哦？第一名当然是现在我们的这个还在统计中哦，即将的还在继续计算，现在已经是289亿以上了吧？对，我们的这个《鬼灭之刃》无限列车啊，这个是前之呼吸啊，无敌无敌。第二个是 28.6 亿的这个《Love Live》的这个《The School Idol Movie》，当年的这个剧场版第一部啊，哦，这个超厉害的。第三部呢是前几年在我们台湾有上映，引发这个非常大热潮的这个《刀剑神域》剧场版的序列征战啊，这个各位明年也有一个剧场版，那个什么《刀剑神域》的那个啥小来着？反正就是那部叫什么来着？你们应该知道是 SP 是不是啊？是叫 SP 还是什么 PP 啥小的 ？Progre，Pro 啥小的？这各位自己找一下哈。反正就那一部作品，那个听说是明年也要嘛。然后理论上Progressive 啦，对啦，我们叫 PG 啦啊 ，PG 啦 ，Progressive 啊。Progressive 就是川原丽那时候，因为要投，他们算是刀剑神域是投稿列的嘛，所以他必须算是一集完结嘛，所以那时候你看轻小说那都写得很快。那后来呢，他发现后面越写，他觉得说当年的艾恩格朗特应该好好再把它写一次，所以他后来又再出了一个 Progressive， 就是把从他从低层好好的再慢慢写上去。那
第一部作品比较像是这个剧场版，它总共要分，我不知道分会分几部曲，我不知道，反正第一部呢就是写雅斯娜的部分，哎、欸，写雅斯娜的部分，然后理论上因为《刀剑神域》的版权在木棉花那边，所以按照今年《鬼灭之刃》这样的状况，只要台湾的这边的疫情不要控制，没有控制得住的话呢，理论上只要日本那边上了之后呢，应该台湾应该也是会顺利的会代理进来，然后会上吧。对，而且按照木棉花最近在操作这个，动漫就动画 BD 这一块，他们应该未来是想要走剧场版，BD 这一块的片片，不要说片片啦，这样说不好，不好意思，提供给那些可能看不懂日文的观众，收一些台版的 BD 的朋友们啊，我们不要得罪别人了。好，这是第三名。第四名呢是25亿的这个《少女战车剧场版》哦，《少战》的剧场版真的是超级强，超级的强。他那时候也是第四名啊。第五名呢，就当年的这个哦，小圆的那个《叛逆的物语》啊，20.8亿。然后第六名就是我们这次说的这个剧场版的《紫罗兰永恒花园》啊，目前还在。那个他还在统计中，因为还没下档。好，那当年的那个 HF 的第三章呢，才多少？19亿，好不好？各位 ，HF 第三章才多少？19亿。我们一个 FGO 还是干不赢我们的紫罗兰，你就知道紫罗兰20亿有多强了。我真的是必须给紫罗兰一个掌声，金阿尼真的做得太好了。真的完美，真的完美啊！好，后面就随便念一下啊，像是这个 K.O. 的轻音部是19亿啊，然后歌之王子是18亿，然后 H.F. 的第二章呢是16.8亿，然后 H.F. 的第一章是15.1亿啦。当然，因为时空背景的不同，所以你们说那个什么，不管是管院数啊，还是那个坐席率啊，还是当时的时空背景下面什么的来客数什么的，这个没办法控制啊。但总之就是。大概是这样，所以20亿在深夜动画来讲是非常可怕的啊，非常厉害的。好，再来了，我看一下啊，顺便啊、不要顺便，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第五个呢是这个，我们给各位看一个影片啊，好，好，我们这个给各位看一个是，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鬼灭之刃》他们之前有出一个小玩具。大概是我不知道多少钱的一个小玩具吧，就日本卖爆，是那个水之呼吸的，水之呼吸的那个啊，那个真的是卖爆。然后刀剑神域呢就看上了这个风波，他们即将推出一个很帅的东西，来我们给各位看一下，新增一个画面，我看一下啊。哦，外面的下雨下得很大啊、哦，今天这个礼拜好像会下雨，下礼拜四啊，非常的夸张。哎，我看一下，哈，是这个吧？好，各位有看到画面吗？来，给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那个商品的 PV 影片，非常的帅，对。那因为有版权声音，所以我们就稍微的放一点音乐盖过它。对，好啊，输入我的优惠码呢没有折扣，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工商。好，这个剑是由这个有一个反正有一个公司推出的嘛，然后是这个叫 PRO Polica 是不是啊 ？Polica PRO PLICA 推出的这个夜空之剑啊。在12月10号呢开始接受这个预约了，然后全长呢是100公分，售价10,000元，然后2021年5月发售预定。对，那如果说各位就有这个燃烧的这个中二魂啊，可以考虑一下买这个玩具啊，才10,000块而已，价值大概台币大概2,700-2,800，加个运费我不知道多少钱，所以我估计大概3,300-3,400你们就有机会入手这个有这个东西了。哎、欸、超屌的，都是从哪里得到的资讯啊？当然是到处收集啊！对，我就是一个情报通啊，情报通，哎，到处去收集资讯。好，这个夜空之剑，我发现好像没有太多人去报这个消息，所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觉得蛮有趣的。对，好，我下方不会提供连结啊，你们自己找一下 P R O
PLICA 夜空之剑，然后呢 AliPlace 商店应该也有，对，你们可以找一下，现在开始预约了，现在12月9号应该就有了，对对对。那因为这个玩具它应该是玩具啦，所以应该不会有那种武器商什么不能进口的问题什么的，你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啊。等一下，怎么看到舰队了？等一下，没有没有舰队，没有舰队，这个是一个失误，这绝对是厂商的疏失啊。好，下一个我们要做什么呢？看一下第六个啊，这个好像没有什么 care 哎，干好大 ，OK， 哎，各位知道这个吗？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啦，但我一定要跟你们讲一下，反正就是 EVA 的系列最终章啊，这个新世纪战士这个剧场版啊，第四应该算最终章了吧？哇！真的要来了，真的要来了！1月23日，日本真的要上映了。但台湾目前我这边是没有听到有代理商的那个消息啦，所以应该是要有，因为如果按照去年的前几年的那个舒适牌有跟 AVA 合作的情况下，应该今年也会跟 AVA 合作。然后今年是确定是也是交给我们这个御用歌手宇多田光要演奏这个叫做 One Last Kiss 这一首主题曲啊，我真的一定要跟各位分享。反正宇多田光唱歌，然后 AVA 负责的这个出品啊，一定是神曲，一定神曲。对，然后这个歌曲呢，预定将在这个电影上日的第二天，也就是我们这个1月24号啊，先行配信。对。到时候可以听听看，应该是蛮屌的。理论上，像之前的那个《Beautiful World》以及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鹰之舞的，是不是啊？鹦鹉的那个鹦鹉喜的那首歌，都是牛逼，都是牛逼啊！我们想不到更好的形容词，就是屌。然后 AVA 的部分呢，我 Q 还没看，所以想说在电影上映前，我应该会去再把它补一下 Q。那因为。说真的，安野秀明，你很多作者啦，包含像是鲁鲁修的那个谷口吾郎好了，或者是什么大河内一楼啊，很多作者他们就是出了一部作品爆红之后呢，推出了第二部作品，然后就没有什么人气腰斩了。就其实一个人啊，一辈子只要出一部作品，就会够他吃一辈子了。包含像是富坚义博的这个猎人啊，或者是包含像是这个岸本的这个博鲁托。哪路头？对，最近被这个小刀搞到是受不了了，决定自己跳出来自己做了。小刀，等一下我一定喷啊！小刀这个家伙，我们等一下继续喷他啊！下一个啊，第七个消息是这个啊，这个真的是可怜啊，可怜啊 ！FGO， 好，各位看到这个图片，你知道什么东西吗？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啊，这是我们的 Fred Grand Oda 的年末特别节目啊，他们曝光了这个短片动画的这个视觉图啊。今年的 Fate 的 Project 啊，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基本上他们的线上线下活动啊都有受到这个非常大的影响。那他们在这个之前的直播节目中公开了这个 Fate Project 这个除夕夜的 TV 呢特别版的2020呢将要公开，包含之前有一些这个影片之外呢，节目中也会邀请到包含像是直田佳奈啊、岛崎信长啊、山上纪章等人啊，然后呢就是出席一些节目上，然后呢也会放送更多的游戏以及动画情报，然后呢他们同时也公布了这张的这个视觉图。那有不少网友就推测说，这只臭猫咪，这臭猫咪应该就是当年那个 FGO 的那个嘉年华啦，嘉年华，幻想嘉年华吧。然后说到 FGO 啊，之前有一个数字我没找到，反正假设好了，去年大概是赚，我那个数字我不太精准，对，所以这各位听听就好。反正假设说去年赚了960亿好了，他们今年可能剩下的营收大概剩下270到400多左右，反正就是至少减少了50到80%，虽然还是赚钱，但是你会知道说 FGO 的那个热度啊大幅度的往下降啊。然后像我自己在周遭的亲朋好友基本上问了都不太玩 FGO 了，不太玩 FGO 了。然后 FGO 上线不是开台版不是开到150等吗？我现在还是140等。然后今天还很讽刺的
又领了1150天的石头吧，哎，1150天的石头。然后我们说事不宜迟，马上给各位来一个这个抽卡秀。马上，我现在手机点开啊，我们抽一个单抽，啊，不，十连抽，看看会出什么东西。哎，其实我真的觉得 FGO 啊，要玩日版比较实在，就跟这个碧蓝航线也是，碧蓝航线台服真的是，哎，我觉得是被当盘子啊，我觉得是被当盘子啊。哎呀，你说很多合作都没有，然后呢，各种的这个经营的方面呢，啊，我也觉得感受不到像日版那样的诚意啊。我建议各位能跳早点跳啊。好，我们看一下啊，现在有这个莉莉丝我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不如抽这个霸王花好不好？好，各位，我看到这个霸王花，我们就给他按个十连抽就好。这十连抽呢，只是讽刺他一下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无心之抽，然后会被抽到霸王花欸。好，看一下啊，我们稍微点一下这个画面啊，来，看点一下啊。你看，结束了。哎，一个保底，这就是 FGO 啊。好，这就是 FGO 啊。哎，说到这个 FGO 呢，哇，我也不得不再说一下它的剧场版是有多烂啊。哎，首先再来是这个，哦，这有点大，啊。你记得七月多直接台服那时候，你说什么？你说消息是公司的整体利益，不是吗？是啊，但是那个公司的整体利益，包含他们的开发经费什么的，我们先只他那个后来只有列出的，其实只有 FGO 的部分，反正那个数字我今天没有找到，上次有看到，但我没有把它抓下来，然后就遗失了。所以我今天就不细谈。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剧场版 FGO 的这个卡美洛啊，这个最近在这个12月5号啊，已经这个 Redo 了，就是叫 Redo 吗？就是上映了。然后，动员数啊，真的是惨兮兮，惨兮兮。假设说，鬼灭之刃是2000万的动员数的话，那他多少人？10万人，十万人。你知道那数字是多少吗？200倍，哎，2000倍，200倍，200倍，没错，200倍，哎，然后听说，坐席率只有 3.5%，非常的惨。然后它的上映馆数呢有178馆，然后呢，整个假日的新收入呢只有 1.7 亿日元，然后官方推估啦，最终收益可能不会超过10亿日元，哎，不会超过10亿日元。然后呢，我们稍微念一下最近上过的一些剧场版动画的一些反应啦，包含像是这个超时空要塞的 F 的这个恋离飞翼啊，当年呢，哎，是7亿日元，然后有上映馆数只有38馆哦。然后呢，不起眼女角培育法的 Fine 呢，7.1 亿日元嘛，上映馆数呢是121馆。然后呢，未美好世界线上祝福的红传说呢是 7.3 亿100馆。所以你说看178馆，然后只有 1.7 亿日元，干，真的是垃圾，真的是垃圾。然后这个制作者呢是这个监督是这个脚本吧，是脚本吧还是监督啊，就是大家一直在骂那个小太刀，哎，然后听说去看的日本网友呢也对这个剧情的部分啊，这个改动啊，非常的这个抱以的不满啊，非常的不满啊，哎，基本上他们不会算国外，他们都是算日本国内的。嗯，好，我记得是脚本啊，小太刀一直来都是脚本吧，哎，不起眼七亿太惨，干你他妈是不是没有概念啊，很屌了好不好，很屌了，很屌了，来，稳定的收入又来了0.50纽西兰元。0.5吗？是50吧？谢谢你，谢谢我们的 Red Fast 稳定收入，感谢你今天赞助了我们这场直播节目啊！我今天加班又值得了。好，谢谢我们 Red Fast 50纽西兰，谢谢。7亿很强了，干！你知道多少的剧场版摸不到这个顶吗？7亿很强，很鬼神，你自己算7亿算到台湾就知道多少钱了，很强。你有没有概念？要一点善事，它是很小众的作品，很小众的作品。哎，不起眼真的是很小众，它七亿真的是很狂了，狂众之狂啊！你说 idol 那个什么偶像大师那时候啊，只有6.7亿啊 ，No Game No Life Zero 啊，也只有7亿而已啊。一个你心中的神作的游戏人生只有7亿啊，一个不起眼就干掉了。你说它不强吗？超强
好不好？有点概念啊。好，然后顺便我也没有工商，反正 Fate Grand Order 的这个神圣圆桌这个卡美洛的前篇，哎，就这个，就像画面上看到这个，预计在这个2021年的2月台湾要上映，我猜应该是要冲那个过年档期啦，应该是要冲过年档期。哎，如果说我是觉得曼迪真的要代理他吗？曼迪，你真的很看好 FGO 在台湾的讨论声量吗？好，祝福曼迪。好，再来是比较趣闻的部分。好，这个是算是店家的个人行为啊，我们看一下啊，就是有一个日本网友，反正他们拍到了这个日本店家，他说现在已经是这个 Hololive 的时代啊，因为他们 Hololive 的这些 Hololive 的这些成员们，他们会做很多游戏实况嘛，所以以前呢，我们在推广游戏的时候呢，可能是长这样子。嘿，就是可能会他们店家会写一些自己的评语，写一些自己的评语，然后呢，现在时代可能不一样了。现在呢，这个店家可能是 Hololive 的这个粉丝啊，他就写说：“哦，这个游戏呢是我们的阿库玩过的，哦，我们这游戏这个人中之龙是可可玩过的，我们这什么东西啊？”没玩过这游戏，好，是我们的这个446玩过的，对，谁谁谁玩过的，这样一个宣传，对对对。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店家有没有拿到这些图片的授权啊，总之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了啊。预购好麻烦，当然麻烦啦、啊。懒猫场可以看免钱的，但是我懒猫场它如果在包括台北，我也不会去，对不对？好。那我不知道各位现在在买游戏的时候呢，会不会因为说这个实况组哎，就是玩了这款游戏，你就会去买。总之，目前来看呢，我们来稍微再继续延伸讨论一下 Hololive 最近这一年啊，在这个2020年，他们的整个网络的声量的变化，这可能有点残忍。对，我们必须要来看一张图啊，这个算是有点小小的残忍，对，但图有点小，各位就将就看一下啊。好，我们再放大一点点啊。盖住我的脸没关系啊。好，这个是一个订阅的增长趋势图。去年的2019年的12月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这个 AI Channel 啊，那时候最鼎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所谓的这个四天王啊，所有的小白啊，还有那个米拉卡里嘛，还有那个灰月夜嘛，对不对？还有这个 AI Channel， 那时候的四天王，哎，到如今呢，哎，那时候其实还有起来一个月兔啦，就是那个彩虹色的月兔。那时候大概是42万订阅，然后那时候的AI Channel 大概是这个288万，然后他的 AI 那时候就算是独霸吧。那今年呢，他虽然还是订阅数最多，有点小，不好意思，可以看看他这是数字啊，看一下啊。他订阅数虽然还是很多，大概280万，但是他的整个的观看数其实有稳定的慢慢的下滑了。然后呢，有一个靠着40天就冲上了百万订阅的这个鲨鱼 AAA， 对，已经冲上第二名了。好，然后呢，第四名的部分呢是最近刚破百万的这个面包狗啊，然后再下来呢是这个白上吹雪，然后呢最近也突破百万的是我们的 Piccola， 对。然后第七集，所以我当年的第三名的这个灰月月啊，现在已经掉到了在第七位了。然后阿库啊，再来也是要上来了吧？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是由 Hololive 在今年啊，整个是独霸着整个市场啊，非常可怕，非常的可怕。哎，好，所以我讲完这个，是不是又要被封杀了？你是不是支持什么什么的？我不管了，我讲事实而已，对不对？我只是把数字给你们看啊，自己解读啊，数字而已啊。好，再看一下这个，这个是2020年的这个11月份啊，我们在 VTuber 同阶啊，所谓同阶就是实况的收看人数的一个最高峰。当然，我觉得他这个统计的数字应该算是一个，我猜是平均值啦，我猜是一个平均值 ，maybe 对。BGN 是白色香波尔，是，它算是动画的哦，不是游戏的，游戏的有版权。对，第一名呢是 Piccola， 大概应该是46000吧，因为我记得
Piccola 那时候跟 Mona 合作的时候已经超过了，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他可能没有寄到那一次还怎么样吧，反正各位看看就好。好， Piccola 呢最高到46000，然后第二名是莎莎玛到了这个四，也是大概46000，然后船长的部分是到27000，然后 Corona 的话是到24000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整个看下来，基本上 Whole Life 独霸，对 ，Whole Life 整个独霸。然后那个彩虹色的部分大概就月兔，还有隔夜比较厉害，还有这个 Hello Star， 对，各位可以留意一下。然后说到这个 Whole Life 跟彩虹色的部分，他们的斗内金啊，也有人拉了一个表格出来，就是他们比较这个日本现在目前主流的这两家厂商啊，他们旗下的艺人的这个、SC 的金额的部分，可以看一下啊。在20，我们直接看2020年11月好了。2020年11月呢，Whole Life 这边到达了1.7亿啊，1.75亿的日元啊，哎。然后相比呢，那个彩虹社这边呢，只有这个7800万啊，将近差了1亿啊，整个亿。嗯，你就知道，其实 SC 的部分呢、，Whole Life 真的是太可怕了。你们这样可以一路看下来这个数字啊，基本上是碾压众生啊，碾压众生，差一个亿而已啦。对啦，差一个亿而已啦，这亿是1亿啦，1亿日元啦，非常可怕。但我说真的啦，我觉得 YouTube 抽成真的抽太多了，抽太多了。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公司来讲啦，我在想他可能是为了 YouTube 的关系啦，然后又他们影片又可以营收什么的，不然他们自己去办一个欧付宝或者是办一个 PayPal 好了，然后给海外的直接抖内就好了。因为日本他们那边其实不像台湾这边是不能台湾抖台湾嘛，可能就必须要从香港抖台湾，或者是你把户头创在香港，然后台湾的观众才能抖到香港这样子。那日本 PayPal 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创个 PayPal， 然后呢，鼓励他们全部都用 PayPal 抖内，那就不会被 YouTube 平台抽成了，对不对？就不会被抽成了，超扯的啊，非常的浮夸。好，那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则的这个消息啊，我大概准备10则，因为我想说大概一个消息讲个6分钟，一个小时刚刚好，对，然后可能之后的这个动漫相簿啊，就会截取大概我觉得近期比较有趣的10个消息来跟各位做分享啊。如果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啊、我们这个消息呢，动漫相簿呢是不定时发生啊，不定时发生。如果就是短期内发生了很多消息，我就想要拿出来讲。如果短期内都没有什么大消息，我们就不讲。哎，但我目前的直播节目呢，大概应该有3个会是定期的，一个是新番闲聊，新番尬聊，不然新番尬聊。然后呢？动漫相簿，第三个呢是恋爱相谈室嘛，大概这是3个，哎、欸，好，这个消息是算是12月9号发生的，应该是赚今天吧，对。鲨鱼的前身哦，我们前身要讲吗？反正莎莎的前身是一个做迷因的，然后大概是99万订阅吧，当然我觉得那是其次，最主要的我觉得还是他本人可爱。他够可爱，对，他的个人魅力够强，对，这是重点，哎，当然是因为他造型也看起来很萝莉啦，然后你也知道，看不说了，等下被编台。好，最后一个消息是《鬼灭之刃》的这个花江夏树啊，他今年是29岁啊，你想想看，哇，我现在才几岁？27、28，他才大我多少岁就已经有这样的番事业，你就觉得说，哇。好厉害，哎，然后呢，《鬼灭之刃》这个声优的这个花江夏树啊，配我们的炭治郎啊，他说呢，他谈起的私下的事情呢，他说，至今为止，他出去外面就是可能看电影或是一些私人的那个什么行动的时候呢，没有被粉丝认出来过。他说没有被粉丝认出来的过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会掩盖自己是花江夏树的这个气息。然后呢，可能会把他眼镜给拿下来，然后戴上他的帽子，然后呢，戴起他的口罩，然后呢，就是完全没有认出来他是花江夏树。然后呢，他说他在最近呢有去看了这个《鬼灭之刃》啊，然后他也是就是这个算是易容去看《鬼灭之刃》啊，然后呢就看到旁边粉丝的告白，就说哇，炭治郎怎么这么的帅？然后呢，当看到最后那个炼狱大哥，炼狱大哥不是。大哥才没有输的时候呢，那个粉丝哭了，
然后呢，他就在旁边 一旁的这个戏谑的笑着，是那种感觉，你知道，有点像是自虐的笑着。哦，这么近距离就看到这个粉丝，因为他的这个大哥才没有输的这个演技啊，然后动容哭的那种感觉，他就这样想说，哇，这个其实蛮有意思的。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自己出游的时候呢，在路上遇到一些明星的概念，像之前我最印象最深刻的时候呢，是那时候去秋叶原，然后路上就真的有遇到一个 coser， 然后后来去查那个 coser， 好像就是 Anako， 好像就是 Anako， 哎、欸，然后后来我是回去看推特才知道，所以就是有时候跟明星啊，就是在一个交错之下就插过去了，然后我那时候哎、欸，他是不是 Anako 啊？然后我朋友就说应该是吧，对。然后像我朋友另外一次是他去这个安利美特，然后那时候刚好是红莲华发售的时候吧，然后店家可能要签名什么的，然后他说他就真的看到了那个 Lisa 有经过，但 Lisa 也是乔装，也没有人认出来，哎、欸，非常的屌。其实正常人来讲啦，戴口罩真的没有人认出来是谁。如果我今天戴口罩，你们看不出来我是次郎啊。但是之前我在那个漫博的时候呢，我戴口罩还是有被观众认出来。然后我假装说，不好意思，我不是哦，我不是，你可能认错喽，啊，你可能认错了。看我不知道，所以我必须要把眼镜拿下来，然后戴口罩，这样子，啊，基本上不会有人认出来才对，真的不会有人去认出来。嗯，当然啊，你说看自己的配音啊，这个作者本人啊，那个鳄鱼老师啊，他说最近他才去看的电影，然后呢也是没有被粉丝认出来啦。总之呢，总之，日本这么大，台湾这么小，所以台湾的部分呢更容易遇到明星啊，所以各位在可能在各种游乐场所的时候呢，可以多多留意一下你身边的人，或许就是一位网红艺人也说不定哦。啊，也说不定哦。好的，好，我们没有一个漂亮的 ending 怎么办？哈哈哈哈哈。OK， 好。其实做到 YouTuber 啦，非常的多啊，非常多啊，所以到处都有 YouTuber， 只是这 YouTuber 是不是你认识的，不一定哈。好。希望各位喜欢今天的这个动漫相簿 EP01 啊，然后呢，我主打的是说这个动漫相簿呢，我希望可以是一个记载着各个动漫消息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算是一个日记的感觉吧，哎，希望可以，这个 logo 设计也蛮 low 的，随便啦，好，希望各位今天的直播有看得开心，那我不是预估，是一定，礼拜五呢会发一支新的影片，再麻烦各位大家多支持了啊，这个影片呢。我算是做的蛮用心的，虽然才短短的一点点而已，但是那个画面啊非常难找，然后呢那个尺度啊我也必须拿捏住而已，所以各位可以期待一下。然后呢下周12月16号应该会是做新番的尬聊了，因为差不多12月3号可能没有空哦，那时候那周是圣诞节嘛，可能没有空啊，没有空陪各位单身狗啊，所以我们到时候下周新番尬聊，到时候再见啦。然后感谢今天来收看的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动漫相簿 EP01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感谢各位收看，拜拜。14哦，14当然是那个啊，假日打，嘿，舰队收藏。目前我的实况呢，啊，最后再跟各位讲一下，目前我的所有的游戏实况都只会开在退取。原因是为了这个实况的稳定度，哎，希望各位多多担待。然后呢，周三的部分呢，一定都是在 YouTube， 哎，一定都在 YouTube， 嘿，好。啊，如果说对我游戏实况有兴趣的，可以再追踪一下我的退曲，一样是写次郎，但狼是那个只狼的狼，因为那个次郎的狼被他用走了，哎，没办法，我问过退曲了，他说找不到这个人，但是就是被用走了。我说花了 fuck， 干，好，不。有啦，会有存档啦，在我的副频道，这会放在我的副频道，哎，好，拜拜拜拜。